收看《传习法师弘法行》。世间一般的人啊，那六欲天怎么成就的？六欲天啊，这个什么，你看到没有？有妻有妾啊，有爱人，当这个人呢，他还是不错。这样死了之后可以升什么什么天啊？有的呢，就是一点一点一点，你看，一直到瘫痪自在天。哎，这讲的都是嘛，都是跟男女有关的，欲界全部都是跟男女有关的，只不过呢，有的有轻重。看完全的男女欲念没有了，才成梵天，色界天，梵天里面哪一个名字是怎么啊？凡夫天啊，大梵天，一个一个怎么修来的？初禅怎么现前的？二禅怎么现前？三禅、四禅怎么现前？乃至到哦，色界无色界天。多伟大！我在读这个的时候，我就好像对着这所有的这个众生在跟他们，你们就是这样来的，你们就是这样子来的，然后你们应该不应当在住的啊这个里面呢、啊？你们应当更求进步啊！你看，我读这经的时候，读到哪句话，对着哪里的众生就在对啊，也对自己啊，经也是照自己的，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？哎，我读的时候，我也脑子也是一边读一边就想起来，过去那个气功热的时候，有的要踩这个气，踩那个气，你说他不琢磨还怪呢。哎，有的人还厉害，还踩人气，哎，踩树气，踩山气，踩天气，哇，有的还甚至是不过瘾，直接来踩人气，这种不琢磨还怪了呢，你说，哎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就说那踩人气干嘛，那踩那树气干嘛，那气的树够可怜的，我就不但把踩树的好气，把自己身上自己生癌了，说哦，我把我的癌给你哦，好了，有的人还很灵验，那个树马上生一个瘤，树生一个瘤，树生一生气了，你小子，你的心不正，哎，就得其变。得其变就是非经妇人，哎，妇了之后怎么样？就是你看，所以我们都要对照，什么样对照？你修行有没有这个？哎，你有没有这个心态？我们这在座的，所以我刚才问你有多少人想修行的？要按照这个修的，真是啊！我们整个一个法会有一个就好了，不要说你们居士的，我们出家人好了，有一个想修。按照楞严经修，好嘞，你不得了嘞！全世界、全人类、所有一切众生都沾你光了，还了得！我虽然这样，不是给你们泄气，我是给你们让你们要真实一点。你真的想修，我真给你鼓掌啊！就怕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这读没读完的，有的就我不想读，有的就不想读，有的是读了完就再也不读了。我的妈呀！这比楞严咒，楞严咒才五章，这整个都是楞严咒啊。嗯，显和密是完全是互为根本的，没有这个显，哪里有那个楞严咒的密啊？要想得密的利益，你不从显上入手，怎么可以得啊？那叫发心。我是实际上的意思，就是要劝大家发心，要劝你们升起真正想修的心。我一直我也想，哦，我好好的来讲讲楞严经，但是呢，有几个人想修啊？以后你们要升起这样的一个啊，自己先回去研究，讲解都有的，宣化上人有注解，全部是这个楞严经的注解本。宣化上人有注解。而且呢，我们的师公啊，圆英法师在中国佛教界被称为叫楞严座主啊，精研楞严四五十年，一生专攻楞严，所以他也是我们佛教界七届的会长，连续七，中国的这个国民党时期的时候，第二任会长就是圆英法师啊，一届做到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届会长，又是他，就是天童寺方丈，上海圆明讲堂的方丈啊，圆明讲堂，圆明就是讲的楞严经里面的十方圆明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甚至也在上海圆明讲堂开过3年多的一个楞严专习班，专门研究楞严啊，南北就是啊，出家的这些年轻人呐、有很多报名的学习啊，追随的这个圆英大师学习楞严。我也想，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真的要想修行，真的要想这个世界，我们人类有希望，要想佛法能够正法住世，我们真的要发愿，这一辈子都要好好修成。依楞严经，好好修行，好好的开悟，好好的依它而修，就是讲解楞严经，必须要有亲近传承、有大彻大悟的人，像圆英法师，他的天童寺参禅开悟了，一个专研楞严，他才有这个资格作为楞严座主啊，统领中国佛教界，半仙的人哪里有文人这个东西？光这纸上的看字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，绕三圈就绕得头昏脑胀了，不知道绕哪去了。这不容易的。所以佛陀在这里面他就讲到了，连不像阿难啊，有一些罗汉啊，有时候在佛的这语言里面讲，心生恐怖，都跟那个。所以佛陀一次也安慰他们，一次就出兜罗眠手摸他们的顶啊，安慰他们啊，手摸他们的顶，语言很柔软的。安慰他们，让他们先静下来，继续好好听，好好听。你看，有实性、实住、实回向啊，实行、实回向，到啊四加行的啊，加行位、暖位、顶位、忍位啊，再到登地、欢喜地啊、离垢地、颜慧地。放光地，现前地、远行地，不退地，你知道，盛会地、法云地，每一地为什么修到这一地了？你看这个讲的多清晰啊！讲什么？妙觉啊，等觉妙觉入佛地。这个里面从第一卷到第十卷，每一卷里面都上根上气的，自然能够顿超。所以这个楞严经里不是没有顿，有顿，弹指超十地啊，弹指超无学啊。就我们做早课的时候叫大众熏修习精进，十地顿超无难事。从上根上力气的。顿
超啊，不退转到我们这个中根的，到下根的，三根都佛都慈悲啊，这个上根呢讲究你都明白了，中根呢那你还要修呢，你要行啊，要行要正啊，会遇到哪些，就好像你开车你从北京要来我们会寺，你要想来了，目的地也有了，你导航已经导到了，但是你整个车子开过来你会遇到哪些风景，遇到哪些岔路，告诉你哪些岔路你不能下，一下就糟糕了，要绕了大半圈，哪有岔路，哪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，把这个啊五阴魔啊烦恼魔生死魔来层层破尽，修禅现前的这些这个五十种阴魔境界啊，要就好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，九九八十一难，你怎么样避开这个难，怎么样在佛菩萨的护持下你顺利的闯关，一关一关的过去，你这九九八十一难任何一难你过不去你都不要想，就是那个道理，真是简直是啊，从始至终佛陀无处不展现他的大智慧和大慈悲，保护着我们，让我们要出三界，要能够得究竟的解脱。所以说呢，我是希望大家通过楞严法会都能够去产生这样的一个意乐，去发愿要受持楞严经。我前面讲只不过是激励激励你们，如果我不这样要求，那真的一散了谁就把这个楞严经给忘了。请问我们参加法会有多少人以前读过楞严经啊？读过楞严经请举手，举高一点让大家都看，占不到一半吧，有的人是第一次在读楞严经，如果不是靠法会你会读啊，再过十年你也不会读，不一定的，靠自己，那法会所以有带动作用的，带动作用，现在读你不要求圣洁，跟着消业障，知道吗，跟着消业障，你觉得真有意思，你以后慢慢读慢慢读，一天以后就读个，比如说读个十行，一边读一边按照修，一边修，那你几十年下来那不得了，你就是没有那个，你说我活不到几十年，你受持楞严经的，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也照样让你能够解脱，因为什么，因为佛菩萨的心怀是妙法莲花经的境界，妙法莲花，诸佛菩萨的心，你的心向往着诸佛，这个纵使你没有那个佛，也会把你，接引的，就是这个。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些道理，那你呀，瞎练，盲修瞎练，很容易会出问题。看了这个经也就知道了。有的人说啊，师父加持啊，那你不如求佛加持了，佛为什么不加持？因为你那个根本上都坏掉了，我执我见颠倒妄想贪嗔痴慢，那往你那个机器里越往里加东西，你不是坏的越快，你堕地狱越快，还是让你穷途末路一点你还好一点，你也跑不动，我执虽然有，但是呢也没多大福报，也折腾不了啥，我执我见贪嗔痴慢，所以这个世界说天欲祸之先福之，如果他这个天呢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一种比如说一种说法，说天如果要害你就先给你福报，为什么，因为你本身就不怎么样，一给你福报你就坏得更快，所以天欲祸之必先福之，如果天要保佑你啊护持你啊，先拿一点祸给你，让你谨慎小心如履薄冰，同样的道理，所以你们以后不要老是啊，师父加持，师父加持，师父加持你干嘛，师父加持你的话，加持你来出家啊，也不要你跟你啥也不要，你就在这往养你胖胖的，有吃有穿有谁好，加持你干嘛，
加持你啊，六道轮回。昨天还无私忘了加持，加持我先生，我先生个厂干嘛呢？厂为那个造香烟的造部件，说我还加持你跟香烟造部件去，早倒台早好，这对你的真有好处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是真的是这样，你人真的反省了，走到正路上了啊，那还不错，给你一点力量还不错。你还走在反路上了，越给你力量，你越是背道而驰，跑得更远。真的是那样子的，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求啊，怎么怎么，佛菩萨这么慈悲，方法都给我们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好听不听话，好不好修行啊？这个最大的智慧，最大的这个价值就在这个法当中。你按照这个来修，那就是最大的价值。有的人呢，总是啊不想得到这个，不想有这个因，哎，就想得果，哎，好吧，哇，你把力量给我吧，给你干嘛？给你做魔王啊！哎，所以这个读过这个经就知道，世间的那些啊不究竟不了义，为什么那些外道、那些练气功的、那些邪魔外道，他是邪魔外道啊，不看就不知道。所以不看这个，你被邪魔外道摄持了，你还不知道，你还以为怎么怎么样。哎，读了这个你就知道了啊，一个人，哎，文殊菩萨就讲的，若执着此身，不是佛弟子，啊，是最简单的啊，几句话就把整个这个经典给你总结掉了。若执着这个我所，就不是佛弟子，佛就是灭我和我所的。我是正报，这个正报就是，然后这个依报呢就是苦海，正报制造了依报，正报就是我，依报就是我所，哎，我颠倒了，然后制造了苦海轮回，就是我所里出来的。所以要灭，你要想灭出我所的，那就是佛弟子了。如果不是说啊执着于此身，则非佛弟子，哎。若没有就是最后一句叫当执着升起，正见已丧失。这里面所有讲的所有的那个，只要你当执着一起来的时候，正见就没有了，你认为你已经成佛了，那就糟糕了。哎，怎么这个境界那个境界，你就很伟大，忘掉了。你越修到后来发现你是去妄想啊，去业障啊，所有一切圣经都是诸佛给的。所以修行的路上就是啊，升起了对上师三宝啊，对善知识、对三宝的感恩心，对众生的悲悯心，自己的就是说这种感恩心和悲悯心升起的时候啊，我们又有那个离边、离中边的这种见啊，远离四边八系的如如不动的啊，这种才有点叫哦，修行进步了，这才叫修行进步。哎，所以当执着升起，正见已丧失。哎，所有的这个五十种阴魔也好，怎么被魔摄，怎么，都是因为执着升起来，都是因为你心里面就有那个灰尘，你没有那个灰尘，它不会魔，它没办法来捉你的，来附你的。趁其变，怎么趁其变？你有给他把柄。所以你人性里面有问题啊？为什么说诸恶魔作，众善纷纭，自尽其意，把自己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那你就没有机会让魔来附你了。哎，所以我们啊，修行就是说啊，为什么叫但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？这个道理，一心一意在因地上。啊，所以这叫诸佛密因啊，大佛的如来密因，这个因知道，这个因正确的才会得到正确的果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真正在修楞严经，正在按照佛法的任何一本经在修，这个三宝还是住在世间的啊，我们这个还能够救苦救难的。所以我们大家更何况这时代还不错，我前面读经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浮现出来，
三传教法里面，不管是汉传、藏传的还是南传的，还是有修行成果的、成圣的。为什么我还能有这个信心发心要来讲楞严经呢？佛法是有传承的，还是有佛法的这个力量的，从佛祖祖辈辈传下来，佛的那个妙法、如来的这个加持还是在的。所以还是我们佛教在当今世界还会发挥极大的作用，还是我们众生的皈依处梁府天啊，我们好好的啊发愿以后要多受持啊楞严经。我们有没有大家要发心以后好好研究楞严经的啊，请举手。好好发心，我们出家人都不举手。这年轻真的是好。阿弥陀佛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力量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生命啊，没犯错是最好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他是都犯错了，见了黄河才落泪的，他才知道哦，大多数人还是吃了苦，撞了南墙才回头的。一个人能啊清清静静的，就能够觉悟，乃至能够知道前车之鉴。看到别人的失败，自己就能警醒，啊，不需要去同样付出那样代价。那个是，这样人是很少的。还有一些人呢，就是撞到南墙了也还不觉悟，叫自死不悟，自死都不悟。这种人也是社会上很多。其实每次来参加法会，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每个人在生活当中。其实都有社会的一定的代表性，总的来说能够来学佛法的啊，还都是幸运的，纵使不是说你马上今天来了就解决问题了，但是总是方向是对的，方向还是对的。当然这我们在座也有啊，就是读书啊工作，人生很多时候很顺利，然后自然而然就想到人生意义，然后就来学佛的，这种呢是最最那个啊。但是呢也为在生活当中遇到种种挫折啊，生命很痛苦，将来学佛的我们也一样子祝福他能够找觉悟，业障找消除，找得平安的人生。所以每次怎么说呢，像有一些人来，虽然我也跟他们说说我又不是医生，不会看病，但是我知道佛法对他是有好处的，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呢啊，还是给他也参加佛法会的机会啊，能够消一点难，消灾免难啊，生命的有点经历。同时呢，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人，你看到这样的你也有一种反省啊，虽然不是发生在你头上的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，但这足以说明一种问题。我绕来绕去的就，就是刚才那个爸爸带儿子走的，刚才那一，你看儿子被附体，如果不是发生在他自己儿子身上，他怎么会相信啊？爸爸妈妈都来学佛，全部。爸爸都是政府工作人员，你说不是发生在自己头上，不是发在自己儿子身上，怎么会那个？现在你看多虔诚啊，很虔诚的，
就一般人的话呢，你学佛学这么虔诚都很难的。我最希望是大家没有遇到人生挫折，就哎善根发现，就能够来学佛，当然这是最好。但是就是遇到问题了，能够回过头来学佛，那也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，不是这么简单的啊、哦！像那个孩子一样，坐就坐不住了，身上的东西就不让他坐这里啊，打他，你看，用他自己的手打他，用他的嘴骂他，你看，苦不苦啊？我们爸爸妈妈生我们这个身体。但里面软件装的是其他的东西，用你的身体害你怎么办？用你的身体害你，说地狱无门自来投，那地狱这恶业不都是我们自己造的？自己造了地狱，自己再进去再受罪，所以大家戒恶修善，这个很重要啊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年轻人不要去看那种电脑上面不三不四的东西。那个诱惑很大，电脑上面现在是，电视呢虽然也是好的东西不多，但是它毕竟还没有那么差，电视打三俗啊，那毕竟那上面俗的东西还少，不是很多，最多里面流行那种啊，那个年轻男女们啊。什么非诚勿扰啊那之类的，现在我看各个省都有办这一类的节目，我有时候在外面住宾馆，偶尔抽个时间我看了一下，哎，有这档子节目，那年轻男女，也是一种考验的，一种思辨的，都蛮锻炼人的，说俗吧也就到那个份上，那电脑是没有底线的，跟你说，这年轻人千万不要去看电脑不好的东西，很重要哦。刚才那个小伙子就是因为这个啊，看不好的电脑，买那个黄色的袋子家里看，看了就被鬼附身了，很多是这样的，我这边这个每年都很多年轻人跑的啊，被鬼附体了，最后这就是在家里看什么黄色片子，要么看那个恐怖片鬼片，看着看着啊就糟糕了，被鬼附体。有的人常说，哎呦哪里有鬼哪里有鬼，我看看，真的有六道的，真的有地狱，有恶鬼，有畜生，也有天堂，最重要学佛是超出这些，超出轮回，能够达到生命，达到不落这种苦难的，不落的这种轮回的波涛里面啊，超出三界，跳出轮回，在极乐，人活在那种大智慧、大慈悲的状态里，那个时候啊，宇宙一片光明，大光明的宇宙里面，我们现在都是，小鼻子小眼，只看了这一点东西。我们楞严经里说啊，修行得少为足。我们现在得还没得呢，我们还在重重的危难当中呢，都不思出离，叫三界火灾啊，不思出离就糟糕了。所以我就，你别说，你看我讲都不好意思跟大家讲，平时我看到的多了，我每天要面对多少人呢、多少人的故事我要知道啊，所以为什么我要讲给你们，但是我不好意思给你们讲，我讲怕你不相信，怕你不相信，人就是这样的，我要花多少长时间让你相信，你要跑到普通社会上，你要活得相信，那你相信这和尚让我相信干嘛，我偏不信你，你有什么目的啊让我信啊，我有什么目的啊，我都出家了，我还有什么目的啊，你干嘛，对不对，就是百分之百的为你好而已嘛，我有什么目的啊，对不对，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不买你账的，我们多少，别说佛经里那么多的智慧，就是我们看着人好了，你们来过慧智寺知道了，你看我要面对多少人呢、每个人的故事那些都会讲给我听，甚至也不会讲给他老公听，也不会讲给他爱人听的，老婆听的，有时候是要讲给我听的、把人生里面的一些东西讲给我
哦，那对于我来说，你想，哇，这都是佛经的注解嘛，对不对？我总结了这么多的人生的经验，我告诉大家，有时候，哎呀，你那不相信，不相信。你不可能，比如说我们这来的每一个人，他是有苦难的，他不可能把这个苦难为了教育你来跟你讲嘛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。有的人被附体了多少年了，连跟爸爸妈妈都不讲啊，你知道吗？有的小孩从小就被附体，一直他也不会跟老师说，也不会跟同学说，哎，甚至都不会跟爸爸妈妈说。学佛了他才知道这是什么，然后为了让爸爸妈妈知道，为了让爸爸妈妈学佛，他才鼓足勇气才跟爸爸妈妈开口，我这过去的病是什么。其实不是病，就是被东西附体了，是那些东西，家里供的东西啊，保家仙啊，啊，家里面那些东西上升的。就是自己的孩子要跟自己爸爸妈妈说，都要鼓足勇气说啊。有的是忍着忍着忍着，宁愿当他是病啊去治。你想想看，你要想听到一个真相多不容易啊。那佛菩萨把这些真相告诉你，你根本不相信啊。傲娇你有六道轮回，什么得什么因得什么果，什么因得什么果，怎么怎么怎么，百分之百句句都是精华，你不听啊，你不要听的，你哪里要听啊。哎，我们把这个人间的这个再搓在一起，再告诉你，你也不要听的。有人很少要听的，我有时也不好意思讲。哎呀，别人很痛苦的事情，我讲出来。我刚才我是想了好久，你看我磨磨蹭蹭磨不成，绕了大圈。我想还是我讲好的，反正你们也不知道他是谁。那对他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我讲给大家，大家有点觉悟，把这功德回向给他。哎，但是我如果真的你们知道哦，你们如果是这一方的。他就是当地的，他什么什么单位上班的，姓什么叫什么，他真的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好意思讲出来给你们的。别人有自尊的嘛，有自尊心，别人有隐私的权利嘛，对不对？那到这里别人都不知道的，反正你们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他来自哪儿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只是哦，他为什么走了？为什么啪啪打自己嘴巴子？不是他自己打，身上有东西，要他走，不让他坐到这里。有的人来为什么要绕老半圈绕不进来，绕慧智寺都有业障的，有障碍的，能来不容易的，我跟你说好了，能来的不容易的，你真想学了，那些业障还会出来障着你，让你生烦恼啊，让你干嘛。楞严经法会很功德很大，但是让你跟这个功德不相应，让你都看到缺点，那烦恼那有啥好，那看到法会的缺点，看到出家人的缺点，看到居士的缺点，生活当中啊，你会挑出缺点让自己烦恼，那都是叫业障障着你，不能让你进来。哎，反过来想想，我们这个时代还能够开这样的法会，多少不容易。楞严经是第一个被灭掉的经，魔的力量把楞严经给遮掉了，把我们众生没有办法看到。那个时候你再打开楞严经，全部是白纸，里面没有字的，你能想象吗？一经打开是白纸没有字的。请问这两天你们念了三天了，有多少人你打开经看一看就看进去的？有多少人看了三天下来好了，问你有没有脑子里一片白纸，是不是一个字没记下来？本来精神很好的，当那经书一打开就打瞌睡，跟你说这个多不多？多的。然后三天念下来了，问你楞严经讲什么，一片白纸，一个字没有。不要再说过四千年之后，这样四千年之后啊，再过四千年，这佛经里都是讲人寿在多少岁的时候，四千年有没有人在好像47岁不49岁的时候，还有多少？现在是70岁，还有3000多年，3000多年，这个楞严经就讲
不要说三千多年，就现在我们看好了，我问你们三千下来，很多人脑子里长白纸，一个字没有的。因为我以前我看，我也是啊，一看啊，那个时候一看就容易打瞌睡呀、啊。我就以为佛大概讲的是这个意思吧，看了老半天，几页翻过去呢，结果什么意思一点没不知道。我有时候再从头看，还是好像一只没看到一样。我就以为大概是这个吧，大概佛比喻的是这个吧。后来真的我就遇到一个，就是这个，也是练气功走火入魔的，走火入魔的，要自杀，要做恐怖的事情。哎，我给你们有讲过啊，今天重复再讲一下。我当时在新昌大佛寺闭关，哎，就有一个人要来求见，这人谁呢？是嵊州的一个年轻人，20岁出头，练气功着火入魔了，哎，要自杀，多少次的，他自杀还不哪儿不跳，他跳粪坑，像别人救他的人都哎呦，弄得一身大粪呢、啊，你想想看，就这样。你说做的那个什么魔也是蛮恐怖的啊、哦，对。然后别人就给他出主意说学佛，你就学佛，啊，然后学佛，然后到了三门多宝讲寺那皈依，皈依之后，那个智敏上师啊就叫他念楞严经，楞严经降魔的嘛。结果他就请了一本楞严经回去念，他就这样告诉我的，他说我打开楞严经，一个字没有。白纸，就是白纸，是他亲口跟我说，我才知道。所以佛是不妄语者，真语者，实语者。以后魔力强的时候，就仗着我们根本你看不到楞严经的字，翻开就是白纸，没有字。这个小伙子亲口跟我讲了这个，他说我翻开楞严经就是没有字，是一张白纸。我才知道，哇，这个魔的力量真的这么厉害哦，这么厉害啊！这样，那个时候到我这个官房里来啊，那简直那个臭的啊，臭的不得了！不是说刚从粪池里爬出来，他那个臭是从里面出来的。然后我就问，我该怎么办呢？那楞严经它打开就是白纸，连字都看不到，那你还什么？我说我教你，你好好念佛，阿弥陀佛，从早到晚，不要起其他念，就是好好念佛，坚持念佛。过了一个星期又来了，这很奇怪，判若两人，小伙子也不臭了，皮肤由黑变白了，白白的皮肤就变成是白白的。哦，一来到之后跪在地下痛哭流涕啊，痛哭流涕，哎，这样，这个就是一个证明，人业障重的时候真的翻开来就是一张白纸。那我们相对来说业障还没那么重呢，所以我们打开楞严经就打瞌睡，然后念呢也念了三天，也念下来了，现在回想回想楞严经啥也是一张白纸，一个字没记得啊。楞严经里面讲两种根本，一个是生死轮回，一个是菩提涅槃，这两种根本你要给我找到。楞严经里面还讲了备尘和觉，什么是尘，什么是觉，要搞清楚。我们平时呢，我们平时都是叫备觉和尘，佛性是我们的觉，但是我们却是违背佛性的。尘呢，尘埃都是，你看我们都迷失在世间，迷失在物质，迷失在金钱名利，那都叫尘埃啊，过眼云烟了、啊、但是我们就迷失在那个过眼云烟里，乐不知返，就叫背觉和尘。一个背觉和尘的人有出息吗？那不死定了，对不对？你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我跟你说好了啊，悲觉合成，合着那个成的。所以佛教乔成儒说，
你们当初怎么听到我说法就成阿罗汉了？乔晨如他说，我等无比丘听佛说克诚二字而得觉悟。克诚二字，一是克，克什么呢？如人在外面旅游投客店，投店住完了之后就打起行囊就走了，此名客，不住，不住的意思。晨呢，晨犹如啊太阳初出啊，一缕光线射在屋内啊，尘埃在这个光线当中飘，晨，晨是漂浮不定啊，这为晨。我就是就听佛说法悟得，我们平时就如客如尘呢、啊、所以呢我不做客不做尘啊，我们安住在这个常住真心当中，所以证阿罗汉就这么简单，生命就这么简单。你认识了，你知道你该走什么路，你是走在客尘的这条路呢，你走在这个尘，你是被尘啊，你是被觉合的尘呢，你还是觉悟想被成何觉呢？你就是人生就这两条路，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被觉和成，所以就生死轮回随他而去。本来有佛性不生不灭，但也不能够受用，随着这个课程生生灭灭而生灭。哎，就其实楞严经就是讲这个的两种根本，一个是生死轮回苦海无边，一个是菩提涅槃清净妙乐，就是两条路。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生你要投资哪一个，你是买股票，你是买生死轮回的股票呢，你还是买菩提涅槃的股票，你投资投哪个？哎，我们在座大多数是我又想买菩提涅槃，但是我的钱都被套在生死轮回上，现在暂时拿不回来。想买是想买，本钱没有，被套牢了。我师父啊，只要我解套了我就来。所以很多人看到寺庙，寺庙清净啊，好是好，养老的好地方。哎，说等我退休了，小孩子结婚了，啊，我就没事了，我来。一个是生死苦海，一个是极乐世界，这两条路。极乐世界菩提涅槃这条路是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佛性，你就有资格，完全有资格，你有佛性，你成佛，因为你有佛性，所以你可以成佛。这有点像他们讲小品一样的，哎，这可以有，可以有。但是我们轮回上的人说，师父啊，我没有，这可以有没有，哎。所以那个波斯匿王他62岁了啊，他说哎呀，我知道我的活这么大了，我肯定要死了。佛问他说，你怎么知道要死了？他说，我说你看我越来越老，越来越老，越来越老了，你就要老老死了。那佛就问他，那你身上有不死的你知道吗？不死的你知道吗？我哪里还有不死的啊。然后就是他问他，你什么时候见，你见过恒河吗？我肯定见过恒河，我早就见过恒河了，我3岁的时候我妈带我去拜恒河神的时候我就见过了。啊，你人变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皮肤皱了，你3岁见恒河的时候跟你13岁见的时候，23岁见的时候，乃至你62岁见的时候，有不一样吗？哎，这倒没有不一样，没有变老吧，没有变老。如果你知道你身体越来越老，你知道他会死，那你这个总从来也不老的，那你这个剑，你那时候说明是不死的嘛？这个很重要的哦，这个我们在座我们会不会死啊？我们会不会？
你死的那天你会不会看到自己？你看到尸体在那儿，你家人都在那哭，能看到吧？甚至看得到你这个尸体被推到火葬场，推到火里烧了，烧你还在边上看。你相信不相信？真的就是那样的。前天有个人发短信给我，说：“啊，这个师傅啊，我妈妈去世了，现在还在这个7期之内啊。我做梦做到我妈妈现在在她的照片上，附在照片上，怎么办？”我问那些佛教徒，那些很多佛教徒说：“啊，照片不能留，要烧掉。”哎，我讲这个你们平时可以留意留意，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。因为你认为他死了，他不存在了，但是他一想方设法要让你知道他的存在。没事，你去看照片，他没办法，他就附在照片上。你看吧，看吧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你看着看着他对你笑一下，你吓一愣。世界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探索频道，英文叫什么？哎，我老是说不好，所以我就不敢说呢。Discovery， 哎，对不对？就那个探索频道，嗯，就放过这样的一个片子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这叫灵异事件，在外国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。他家里这人死了，但是那个照片老是会动，会动。很恐惧，家里一家人都很恐惧，老是觉得他还在家里，然后就表现在那张照片上。前两天我那个弟子是梁山的，那个叫闲床，他就发短信来了，问我要不要把照片烧掉。我忙了，连短信也没时间回他。哎，你看他很执着的，你不是说哦，师傅我给你写个牌位他就来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他因为我们现在学佛，你现在来过慧觉寺，你就是养成一种习惯，在你生命里你做过这个事情，你以后真的死了之后，那你再来慧觉寺，但不用坐飞机也不用坐汽车的，飞一样的就到这了。如果你没结过这个缘，你没结过人，只是别人学过佛，你死了之后别人给你慧觉寺写个牌位，你不想来的，懒懒洋洋的，我去那干嘛？那根本就不想干。你们想赶我走，我才不走呢。哎，这是我家，他会蹲在家里面。哎，然后你家里人要想念他，那他就更是，哦，你又想念，你哭一滴泪，他哭一大堆泪。一哭，你一倒没有什么，他一哭就晕死过去。中阴身就是很伤心的，而且伤心就很剧烈的那种冲击力。一伤心，一想到，本来不知道自己死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死，你知道吗？死只是一个名词，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死，完全我都在，我什么都在。哎，甚至有一个人他濒临死亡，他经验他记载了这样，他死亡了，被诊断死亡了之后，他把他就推在那个太平间了，他还在玩呢。玩了老半天，忽然意识到太平间里面这个人很像我吗？一看，哎，他怎么戴着我的手表啊？仔细研究才知道，哎呦，他是我。但是他这个时候如果一旦意识到这个躺着的人是我，这个是我的尸体，意识到我就是所谓的那个死亡，那个死亡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了。这个时候他当意识到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，自己会开始悲伤。这个悲伤的时候一下子会晕死过去，晕过去。但是反过神来，他醒过来，反过神，我明明我还在这里嘛。他就会很非常就是想方设法要让家里人知道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那个只是像我的一件衣服，一个破鞋一样，你们别认他，我在这里。但是这个时候你想跟家里人说话，家里人听不到你。
你推他，你也摸不到，你像去拥抱也好，去拉他也好，都拉不到他。但是你就很急，越弄越急，你想表达的时候，一急好了又晕过去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叫有定力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传真03989-8787，03989-8787。当你遇到挫折了，遇到不悦不如意事了，你回光返照一下，看看你今生做些什么，检查一下，说我今生没错呀，没做坏事，那检查检查前生。你现在所受的是你前生所做的，你现在所做的是你未来所受的，绝对不会错的，这是佛说的。那么怎么测验他呢？有些人一学，学那个，他学什么会什么，一学就会，会而能精，他得到这个世界好处了。你学了好多年不会，有些孩子读书读不进去，过去他很少读书，他没有这个。有人做善事做不进去，他前程没有这个因缘。你有什么因，结什么果？我想这个大家都相信吧。你种的是稻米，想结黄豆，办得到吗？黄豆才能结黄豆。种稻子就结稻子，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这个你可以看每个人每个行为就知道了，就知道了。有些人一生创业做不成，有些人他能做得成，为什么？他有这个因，有这个因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想求富贵，或者想求长寿，或者想求家庭和美，想求一些灾害，没有。有个事情大家可以正直了解，凡是灾害灾祸大灾大难的时候，
你看看信佛弟子有好多。因为我跟台湾以前从90年我跟弘觉法师们俩呀，每年大概都到台湾转一转，而最近5年没有了，最近我在那个我的脚花就没来了啊。我台湾信佛的弟子多，本来看见发生灾难的没有，但是经常发生台风，台风发生泥石流啊，尤其是灾祸啊，你们去调查调查，看看信佛的弟子有好多，没有，甚至于很少很少。每一次，我虽然人在大陆待5、3天了，出来这个水灾了，你是有灾祸呀、啊，我都打个电话给我弟子问一下，我三宝弟子多不多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，假使这个灾祸三宝弟子没有，那就不说我们的佛法渐渐能行上。如果有佛的弟子，佛法就不行，那信佛的他受那个难。但是有个问题呀、啊，有个什么问题呢？我真信假信。现在我们的四宗弟子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如果是真信，信而去行，信了不行。第一步得还要去做呀。说到信了，我们解释解释信啊，人家信什么样算是真信佛的，什么假信佛的。假信佛我们叫他假善人，表面上做的是善事，心里头可不是善事，这一时你看不出来，经过一段时间就看得出来了。历史上这种故事很多，汉朝的王莽，王莽学周朝的周公，周公旦呢、啊、辅佐他执辅的皇帝啊，尽心正义，而是王莽学周公学得很像，学得很像，跟周公一样，但是后来他篡位。说古来有这么首诗吧，周公吐沃勤劳日，王莽谦恭下死时，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为有谁知啊。这就给假善人写照，对，看俩人做的都相像，到最后结果不一样。说有很多人标榜是善人，心地并不善。佛教是讲从你心地而起，因此就说我们信佛真信假信，有条件的呀，不是我们自己说说就算了的。真正信三宝，相信啊，但是首先从你自己起。对，我们经常说问道友有信心没有，我们把这个问题问话心里想解释错了，说你自己相信你自己信不，不是向外，是向内。相信不这心什么呢？是佛。有信心没有？说你相信不相信，你自己心是佛。这个得学大乘教义的啊。说佛性，说人人都有佛性，不但人，乃至一个蚂蚁、一个蚊蝇、苍蝇，都有佛性。但是堕落了，迷了。但是你信佛之后，先让你信你自己的心，是心是佛，
自心能够成佛，不是向外求，